från någon annans bagris eller i någon annans namn. Men inget av det som jag gjort var illa ment. Ja, det finns väl någon balans som jag var för. Wow, 汁掉出来了，汁都喷出来了。好，我们的菜都上桌。我们这次是点最贵的，1000多块的和牛套餐。你看，这个是，这个是澳洲和牛。对，这个是澳和。一开始老板先帮我们弄，这个是乐野的，澳和。OK， 哇，真棒！原来是利用的内力加速了锅炉的行动啊。还有点玫瑰盐来吃。我没办法讲话，它的厚度很够，和牛的那个油脂是那种奶油的牛奶香跑出来，然后加一点盐，它就整个提味出来，然后它的那个瘦肉的地方是咬下去会像松板猪那样，它是脆脆突然出来，好爽哦！你吃吃看，来我们的日本和牛，这个超棒的，看这个油花就是爽啊！汁掉出来了，汁都喷出来了。哦，中风了哟！黑牛牛小排 ，OK。哦，上次这个我有记得，我有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扇贝，它加的那个蒜泥跟那种面线的部分，这个超好吃。我靠！佛印的嘴巴，巴巴。哦，来来来来来 ，Q 弹有劲啊，好嫩，好嫩啊！对，真的真的，它不是像那种外面那种冷冻的那一种。这个干贝看起来就很赞。哇，比我大拇指还大。还有我们的大超大的牛排，两片一起上好了啦！哇，超大的，哇，放不下了！你看大到这样子，这样子可以烤吗？可以哦。哇，牛排三，你有没有看过？牛排吃到饱，哇！又要变身了，又要变身了！哇！咸猪，你的牡蛎来了，是牡蛎还是生蚝？生蚝哦，生蚝来了。哇！哦，它里面有汁，把它喝一下，哇，鲜哦，爽。